现场满满的人潮都是为了来东安社区参加一年一度的春季健行活动。虽然一早天气阴阴的，但气温有所回升，告别前几天的冷飕飕，加上一旁的花海盛开，让许多游客心旷神怡，大家都精神奕奕的前来参与活动。咱接也一寡朴树菊啦，做向日葵啦，油菜花搭配开，办这个活动好，过去咱这个社区哦，我拢有办健行活动。因因咧过去看，拢看一挂水稻，咱这回互因咧安尼看，会当看一挂花。由农会举办的大安春季赏花健行活动，趁着假日热闹展开。今年除了将休耕的农田播种目前最流行的波斯菊花海，还有特色的稻草人展示，能够让民众一边健行一边赏花赏景，吸引上千位民众前来参与，感受大安的田园风光。啊，即个立会景观作物咧有包括啊，咱油麻菜籽有包括向日葵啊，有包括咱即个做啊大波斯菊吼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水。啊，今仔日我那看到真多吼，超过千人的这个啊关心东安社区的乡亲吼，来到现场来看吼，啊，希望咧，大家来到东安社区，拢会当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。虽然健行的路程不长，不过每个人都相当开心。主办单位也表示，希望借此活动能够提升农田休耕的观光价值，同时让大家享受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，充实假日。记者田兆伟台中场报道。